真没想到有一天伤我的东西还能保护我。世事无常，人心易变。风凄凄，满城飞絮，自归啼，不如归去。天涯不见家，路难行，惆怅如黄沙，层层累积。雨淋淋，如诉如情，离群的烟无处落地。与月对影，漫展愁绪，未过三巡，便长醉不醒。你看到了，你那日便知，为什么不让我看？我一个外人看到都觉得心如刀锯，更何况你。我，你又怎知我不是外人呢？玉莲对我说，月落每逢满月便会鸣钟，起初是为了祭奠那些死去的人，后来就变成了祈祷，祈祷那些离家未归的人平安长乐。月落只是一个区区的小城，夹在两个大国之间，本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，会如此是必然的。我本来想学会了吹给你听，可我就只听过一次。我会找到灵鹫花的。我已经去找过了，没有了。世人都觉得花草柔弱，可随意践踏，可花草皆有灵，有比人更顽强的生命力。灵鹫花既能长在棺木旁，经年不衰，我便信它不会如此轻易地让自己死掉。就算花没有了，种子还在。过几天我不在，跟着玉莲，别乱跑。那你会有危险吗？能伤我的人。给你的。伤我的那把，防身用。真没想到，有一天伤我的东西还能保护我。
世事无常，人心易变吗？我前两天买的，没多少了，你早点回来。你想做什么，就去做吧。